你好，你是新来的摩尔吧？这里是摩尔庄园，我们有热闹非凡的淘淘乐街，四季如春的浆果丛林，海拔最高的山脉摩尔拉雅雪山，欢迎你！签署庄园居民协议以后，就能正式入住摩尔庄园了。我们为新居民准备了新衣服作为见面礼呢，快点来选选看吧。恭喜你，我邀请。哦，受杰西的托付，谢。你好，我是梅森，是超级摩尔。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掌握种植技巧，恭喜你成为一名 SMC， 我们可以出。当然，哎，你好像还没有工具吧？恭喜你赚到第一笔摩尔！贩卖机每天供应的种子数。
辛苦你了。这哦，通俗点来讲，就是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温。说到这个，我想。Well, well. 这是。Hi, baby. 我是。Well, well. 把装饰的事情。现在这个家园看起来，不过这跟我离。如果你需要进口衣柜华丽，我就知道没人可以。庄园里的啊，你的订单板。还是第一次遇到像你这么勤劳的，我再附送给你一套私人发家致富小贴士，这能帮助你更快地积累财富。赚钱以后一定要多来光顾我的家具店哦。不要只沉浸在繁荣度，你的钓鱼台阶。哦，运气真不错，一下就钓到了你家园池塘里的特产鱼种。
每个人的家园。哎呀，我，你住哪儿呢？你的小。这光秃秃的土房子，作为一个家具店老板，我再赠送一些简单，以后需要添置东西的话。我看看 ，baby 出来这么久，我得回去了。记得一定要来淘淘乐基的家具店。抱歉，为了欢迎拉姆是。盆栽拉姆可是很脆弱的。你刚。